有机会，但他们踩不到龙坑内，先把瑞尔给拉回来。这里李汉斯有御铁之术往后走，想拉瑞尔而已。但看起来东人伤害其实连打瑞尔都不是很足够，东人刚魔斗大绝一结束，直接开拉拉的对方的伽罗，这里蝎子逼出了对方打野的技能，这都拼打绝，你想致命绽放大绝已经没有了。 伽罗一倒，这个巴龙想争夺，看起来韩华有点困难。不过被动态平剑出手了，韩华很想要赶快打平剑，打到牛二大绝还在 CD， 要快好了，快好了！戴西刚叫出来，韩华这时候主动来拼，可能要变成五五拼重疾了。对，伽华力蝎幕侧边有多软，这时候撞进去撞到对方两个人，而且再抓把牛给抓了回来，回头直接开撞，但卡被留住了。乔三想推也没有很好的效果，龙还被 Canyon 给偷走了。对，游戏中这个一只一只小兵，而且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漏炮车，对，所以每一分钱都是很重要的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啦。好，想要直接抓，超硬二，这波抓得掉吗？空杀防被又被二大绝给对毙掉，兵剑被黛西给敲起来，但是远方有兵剑做支援，再把二的大绝给撞出来。 挺拖了非常久的时间，但是队友来的时候还是来不及补到伤害。最后 Viper 架狙把基线给打到剩半血，清这波后面的兵血让等一下兵线能够顺利的续上来。他们的目标是来打这波上路的兵营，这里兵线有中，但依着瑞也交出自己的位移了。蝎子直接拉西尾川，是拉的是雷欧娜，这波伤害非常高，死矛的已经快要烧死雷欧娜了。这里有致命绽放，但卡上利用W去顶住了，顶得住伤害吗？都能想拉，但是又吃到基佐龙袭，想欧影前排，但前排还在，蝎子也还在，这时候配置反而站在出来，想欧影死亡的打得过吗？冲一次有惊人的 Viper 大西还在做存取，这波让韩华打赢团战了，发生什么事？中路线吃完，马上赶过来龙潭做支援，远方有艾希在对面打到 Zeka。 但是刚叫出来，但是多人正在绕后哦，全局是有被包夹的压力在的，但是 King 的大绝快转好了。 好 ，King 开始先放个石头，看对面位置不好的话，我就可以撞下去。黛西冲出去，先被处理掉，这里有盘根束缚，先打二的状态 ，King 现在是选的往后转，他的大绝已经转好了，多人在后面想切的是库奇，但他伤害不是很足够，手套被打出来，龙虽然被禁拿到，但是韩华的目标是把多人给卖掉，成功拿到他们的第二条小龙。对，那就看后续有没有五打四，或者是想要结束游戏小包夹，想再做追击，或者想卡对方的退路，再撞大绝助火者的护腕断掉这一头牛的退路。放大绝，杰卡是有转的，但躲得掉吗？这里有致命绽放，选择直接划走，再卖一头牛。 为了拿一条小龙，西格斯跟库奇的破壳，孤注一掷了。绕后的TP来了，贾克斯准备到场，龙坑上完全没有视野，韩华根本不知道对方在哪里。 Canyon 走进来，牛也来做控制。巴龙1000多左右，巴龙是谁的？1600、1500 ，King 先把爆给击杀掉，韩华没有打野了，直接炸弹炸死巴龙被接手，全局的大获全胜。这里炸弹再缓速到，贾克斯还在吃红 buff。 一上来给压力，侧边 Canyon 也往后做逃跑 TP， 两个贾克斯的 TP 做支援，贾克斯的 TP 来了，这里先开反击风暴，但距离有点远哦。贾克斯还没有到这边，反而是牛先顶了进去，先盯上对方的 AD， 但好一点，配上伽罗的 combo 还是顶住，加闪躲掉致命绽放。这时候乌迪尔被打出自己的鬼步之后，也被 Zeka 给击杀掉了，开始疯狂跳跃，好一点再输出，但来不及了，钩子再把 Canyon 给拉了回来，又在跳 ，Zeka 又在跳 ，Chovy 这个位置也要倒地了。 最后一棒没敲下去，但是丘比回头想换，换掉了。丘比极限跟 Zeka 都拿到三连杀。我觉得队内这种活跃气氛很重要的一个选手啊，是兵剑再次出手，又抓，但是牛帮忙挡。韩华一时有中，回头 W Q 想抓的是 李汉斯，这里盘根束缚也中了。李汉斯出完钩子可能要被秒杀吗？一锤起来，但是又被牛给击杀掉了。致命绽放，先把艾尔给留住，这里有助火者的护腕，拼了交闪去躲掉。 远方有 Viper 的狙击，但是全部都被尔给挡住了。第四发最后也没有中啊，这个位置是会被包夹的。闪现格林机关枪，艾希的关键骑法好像是没有缓到的，在卡斯波看起来走得掉，但是 King 不想放过这个艾尔文，皮纳斯没有闪的，而且看起来想换没换掉，大面具就烧的死吗？配置有补血，多兰剑侠吸血鬼权杖，让艾希把状态给拉了回来。这边有没有机会拉到？正在追前队友。 形体抗，对，多人先踩好，先看对方有没有在吃，马上再吃了。知道对方踩进来，太快了，时间有点太快了，打野根本进不来。这里致命伏笔想通也没偷到，这时候多人进去想闪现敲没敲到人，手套被打出来，被蒸发的另外一边，机械的钩子勾到对方的沙皇了，空煞防被推完，再卡原地挣，还有办法。
用技能去做斩杀，撞出来蝎子钩子又被抵掉了，盖大绝，但是没有队友在旁边，被西尾川子给拉回来。这里最后想踹一脚做兑换，但伤害根本不够。那多兰已经这已经不是我跟我没关系了，已经超越了，对，已经不是我了，结局永远都在超越，已经跟我没关系了，直接把多兰打到一个中间位置。我跟你刚那波在这里被逼招式还敢这样子玩，我觉得他很皮，他有闪现，真敢哦。我队友谁 ？Tess Chovy 超威 King， 对 ，Lee Hans， 你敢打我？四打五的局走得进来吗 ？Pina 是没闪的。有大绝，李开始撞出来，海克斯闪现要抓的是茂凯，侧边斩到，但是配置是有惊人的。Zeka 的伤害足够吗？最后丘比交了一个技能躲掉伤害 ，Zeka 四文阵效果已经结束了。远方再大炼狱炸弹伤害不足，没有把牙宁给击杀掉，但这一波韩华要的目的是阻止娟具吃巴龙，而且还可以来卡中。他们成功了，这波但没兵线了，硬拆掉吗？扛塔到一半，第四发插了一下，哇！